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终于又出太阳了，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是台湾近日来的最低温，那还好我播种的苗呢，已经先躲过了这一次的寒流，那我们来看看它从12号种植到今天呢，17号，总共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。那我们看它生长的情形，在落枕的方面，可以看见落枕的种子几乎超过100%都发芽了，也就是泥主在这一次的落枕的采种方面做得非常的踏实，非常的专业，所以它的发芽率呢，普遍是将近100%的状态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。秋葵的发芽率呢，看起来超过70%到80%之间。接下来我看的是木瓜，那木瓜的发芽率呢，只有50%左右。那有可能是因为气候的问题。当碰到丝瓜的时候呢，今年就很惨了，因为可能面临到比较寒冷的气候，所以呢，整个木瓜的发芽呢，到现在为止是一个丝瓜发芽的情形，到现在为止几乎是零发芽的状态，这是比较奇特的。那以上是我们在2月12号疫苗的种子，现在的生长情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再过一两个礼拜呢。可能会陆陆续续呢，再拍几部片子来观看它的一个生长情形。今天我们种植疫苗的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喽。